谢谢大家。没有，等一下啊，那个台北张小姐跟我讲，大概十五位，所以我准备十五份。啊，这个就是我们常那个环保以后对跟大家都有可以省钱的那个产品，你们要啊？我只有十五份啊，没有不够的话，那给我 email， 我传给档案哈。好，谢谢这里。我们开始，我现在开始来讲我们的供电系统。供电系统，台湾电力公司给你的就是110，它就装在你的墙壁哦，就插座，啊、嗯，就是这样的插座。这是各个地区不一样啊，电压有110、220跟240，哦，那我们用这个插头去插，直接插直接用。你买的电器，哦。就往墙壁一插，电源线一插就可以运作，开关你打开就可以。可是这里有一个问题，你110的电器去插220的话，冷气那都一定坏掉了，哦，这个小心，就这样。那可是目前用电用到现在没有直流电，你的笔电用直流电，手机、相机、电动玩具的什么全部都直流电，它是用电池。交流电，你有听过有交流电电池吗？没有，交流电不能存，直流电可以。好，哦，那可是因为直流电是因为电池的因素，我一个1.5伏，两个我的设计，我那个电器用品是用3伏的，就要两颗电池，三颗我就要设计4.5，所以很多种不同电压，所以你要有不同的充电器。尤其现在个人电脑全部用可蓄电的二次电池，哦，它就是可以充电的。那目前全世界没有说，我一个充电器，可以所有都可以充，没有，只有我们有，哦。那我们的观念就是在环保，哦，让你可以环保就是不要浪费嘛，共用这个东西都可以共用。我相信各位那个充电器，你们所说的充电器，每个人都很多个的了。你买新的又给你一个，那么多个干嘛？这个一个就好了，它不需要你明年、后年以后的新电器都不需要，因为它的也是一样用插座。下一张，对，下一张，啊对，下来下来，再下下来，对。我们这个插座，我们有一个白色跟个红色的，橘色的，它的两个本来都是应该一样的，可是我们那个电源在转换的时候有一个瓦数，啊，瓦数我们就规定这样一组100瓦，白的可以用到25瓦，红的可以75瓦，就不会有负载。为什么？假如我都是用笔电，都是两个都用的，那我那个电源就不够了。这设计的除了要用200瓦啊，为了让它可以安全又可以经济，所以我们只有100瓦。目前，就是两个插座两种。那我们还有一共3种插座，还有4种插座的都有。哦，它怎么拿呢？你的电呢，只要一条电源线。哦，你的电源线，比如说我们手机的，就是。这种槽，你都往你手机一插，这边就往插座一插，你的手机都开始用了。哦，那这个就是一个供电技术，说我手机这个是5伏的，我直接用5伏。我今天我要12伏的，我这个是12伏的，我一插，这个插座一样冲出来就12伏。哦，这个就是你要24伏一样，可是它还是。两个插座可以两种不同电压，哦，也可以。你说啊，我两只手机，一个手机一个笔电都可以同时在用，哦，这个是让你哦不会再需要有那么多的，你因为直流电嘛，所以你不需要有那么多的 adapter， 那充电器一大堆。这一个就像这个，譬如说这是车充的，往车子一车，你可以充两个电器。哦，就这样，很简单，
车子啊，我们这个设计又有特殊，这个目前还不会上市，因为我们要修改，改成这四弯形，因为我们这个会发烫，它的热，它瓦数没有达到我们预求，新的四弯形的就可以达到，哦，它，你往手往汽车一钻，点烟器一车穿的时候，你不插它，它是零耗电的，跟我们这个一样，你往110、220这样一插。你不去插它，它是零耗电，它不会用电，哦。当然，我们还有更新的技术，目前哦，就是跟电子厂有关了，哦。电子厂愿意它的手机这一边哦，用我们设计的插座，电源线以后都共用了，哦。你19伏笔电手机都一样，都可以共用，哦。这根据我们就有这个已经发展到这样。所以以后你的电子产品只要一条电源线，还可以互相借来借去，哦，那这样很环保，哦，就是的。那我们今天做，我今天就是说，我们有这个东西，这个技术都在台湾发展的，可是我们一直没办法推出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当初我参加发明展，就日内瓦，我得了金牌，可是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地方。就是不接受媒体访问，我打勾了，所以没有媒体来访问，哦，真的是就是没有媒体来访问的，哦，我打勾了，那时候都真的不知道，我也那也说那时候就是我也比较说这样，我也比较少参加，嗯，啊，现在都不一样了，现在要帮长平村，那个把它发出去。甚至我一个朋友一直要我这个模组，要了好几次我都不给他，然后他从日本回来，他都跟我讲，你的东西好有什么用？全日本没有一个人知道，啊，那直流在直流供电在日本很重视，他很多的太阳能发电，哦，光伏的什么用很多，啊，他很需要这一点，连夏普也在2009年也说了说。要一个研究一个插座标准直流的，可是还没做出来。可是我们2009年我就已经出来了，并且拿到了那个金牌奖了。嗯，说实在的，我也很奇怪，我这个我也申请国家产品开发补助款，我是23家公司第23名哈。哦，我是最后一名，23家的产品就我得奖。那问我为什么？我说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评审什么都不懂，就这样。啊，我现在来有这个机会来，大家你们有兴趣？我这个在台湾不给人家经销，我们全部用网日，我们一直用网站的方式。哦，你们有兴趣，我们来共同发展。大概9月、10月，我们就可以正式来少量生产。我们公司在中华路底下都有，有兴趣我们可以联络来做。好，专利产品很强势的，中国一年做50亿颗，台湾1亿3000万颗，我们全部可以期待，市场很大。哦，我们还希望说飞机上、火车上都有直流供电系统。只要它飞机上有这个操作，你就可以用电了。哦，这个，希望借透过大家互相帮忙，我有机会让你赚钱，你来帮我推销啊！谢谢大家。